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八点啊。几点？八点啊。错。那是几点？爱你多一点。我会一直这样的。现在太晚了，我要。你，你跟猴子有什么差别？嗯，没有差别啊，你看。什么没有差别？有差别啦。是啊。你知道有什么差别吗？啊，我的脚也没有啊。有，你跟猴子的差别就是，猴子住在山洞里，你住在我心里。猴子不是每天都爬树吗？对，他住在哪不是？可是猴子住在树上面，你住在我心里。猴子不是有戳一个洞，然后爬进去吗？山洞吗？对，那他住在山洞里，可是你住在我心里。我会啊啊！你去哪里哪里学到这种撩妹的啦？网络学的。网络学的。还可以吗？不行的，还可以，我要成熟一点嘛，成熟一点嘛，老婆，给你看一个美女的影片好不好？好、啊，嗯，在哪里？我正在录啊。我会一直这样的。说妮妮吗？我就是美女啊。再次爸爸教你等等，爸爸 Vogue 一次 Vogue 一个，你看小兔子掉了。现在几点？9点。错，爱我多一点。我会爸爸好有心招哦，这个是我先听到的。爸爸好有心招哦，这个是我先听到的。原来你刚才已经跟他讲过了。你干嘛这么早啊？老梗。老婆，你太夸张了吧？你一直在看谁？太不像话了吧？干嘛、啊？美的不像话。我会一直这样的爱着你。你们，你们都没有儿童，然后你还可以再录这种撩妹的，真的很不像话。